而且Edward是上旋的忠实盾佣，他会给你说一百个理由打圈修好。 出了吧。
Oh, sorry. 漂亮，这球你真不能等它落地，如果没出界的话，一落地就往旁边炫啊。 这球体力有点下降啊。
再来一次。
今天跟你打掉。打掉什么？就是那个地震。啊。在这儿，刚说好长时间没打掉，今天就打掉。好壮啊。漂亮，你看，哎，
看哪，然后一会儿再看两下。Thank you.